我是水部的小林。幕布的万叶飞花流，这可不是普通弟子能够掌握的。你也是最有天赋潜力的武林玄童吧？告诉你个秘密，我也是哦。刚才真的很危险，你突然出现在身后，我差点伤到你。这是六道甲子锁，由公叔家族精心打造，用来锁住通往罗生堂的这道闸门。能解开这道锁进入罗生堂的人，便能在阴阳术修炼中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。作为师兄，给你个提醒，没有得到长老的允许，我们是不能接近这道闸门的，所以最好还是离他远些。今天的相遇是你我之间的一个秘密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你比任何人都能保守秘密。不错哦，平地生秋兰。在这里啊，糟糕，是圈套。罗生堂乃本门禁地，未经允许不得擅入，你们可知罪？弟子是水部的小林，因发现他意图擅闯禁地，弟子为了阻止才误入禁地，请月神大人明鉴。你的指控可有证据？之前练功时，我无意中发现他偷偷修炼九宫移魂术。
你可知私闯禁地、修炼禁术的罪责？死罪。不过，师妹她年幼不懂规矩，还望你来处决她。生与死，不过是阴与阳的轮转。看不破这一条，又如何超越苍生？这是阴阳家的九水风起吗？我看分明是道家的万川秋水。阴阳家的弟子怎么会运用道家的炼气之术？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修炼的阴阳术会突然被封住，无法施展？是六道甲子锁，你们难道早就……不错，这六道甲子锁就是为你特别准备的。只要你调动气息，解开密锁，就会阴阳逆行，脉络封闭。当你打开那道门的时候，为你安排的命运早已在门的另一头等着你了。既然你们早就知道，为什么还要等五年？这五年不是为你准备的。原来如此，我终于明白了。我还有一个问题。你想问的是这个吗？他在哪里？自诩超然世外的道家天宗也看不破生死吗？回答我，他在哪里？五年前，当你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寻找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。不，我不相信，这不是真的。是真是假，对于将死之人又有什么区别？你告诉我，小姨她还活着。你的妹妹还活着？真的？可笑的人性。这个人居心叵测，潜入阴阳家，恶意陷害你，由你来亲手处决。真希望能让你看到更好的我，可惜我做的实在是太差了。动手吧，我不值得你同情。如果你不忍心，还有另一种选择，你可以选择开口为他求情。
你做不到吗？你们不要再逼他了。我已经明白自己的命运，如果再遇到你，真希望我有更好的选择。内心的你苏醒了吗？刚上一层的万叶飞花流足以切金断玉。别再逼迫自己，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情了。已经等你很久了，少司命。生存，希望，人性。所谓命运，不过是由强者掌控的一场游戏。小林的结局是否尘埃落定？少司命是否真的冷酷无情？秦时明月同名夜游将为你揭晓回忆尽头的故事真相。